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摁一下手臂上的后椎，天井两穴。你之前击败宗强的是刀意雏形，而你想从这股刀意雏形中领悟真正的刀意。但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迟早会经脉尽废，误入歧途。胡说八道！原以为你有什么见解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最近修炼的时候，双手的少阳、少伤两穴是不是会时常酸麻？啊！而且最近夜里子时还会隐隐作痛。你心中定是认为自己修炼拔刀术太过，手指疲惫而导致的疼痛，所以你开始大量服用止痛丹。但是就在最近，连止痛丹都没了效果，手指不光疼痛，而且发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我只知道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双手再也握不起你视如生命的战刀。危言耸听，你到底说什么？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摁一下手臂上的后椎、天井两穴。后椎天井两穴属于少阳三焦经。王启明，你的隐疾已经蔓延到了你的手臂，如果再不治疗，你迟早会成为一个废人。既然你不信，多说无用。什么？何事？救救我！我不想成为一个废人。我要变强，我要成为西北五国第一刀客。王启明，既然我知道你的病因，就绝不会坐视不理。起来吧，你别动。太快了，如果是暗器的话，我已经没命了。好了。好了，刚才被刺中的地方竟然传来一股清凉之感，酸痛也消失了，手臂像是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一般。